临床上，甲状腺结节与甲减是两种不相同的疾病。甲状腺结节在临床上非常常见，在我们门诊的检出率一般可以达到60%到70%左右。甲状腺结节是我们甲状腺形态出现了问题。结节呢，我们主要看大小，在临床上，结节大于1公分，我们常称之为甲状腺瘤；如果小于1公分，我们常称之为结节。一般分为良性和恶性两大类。在临床上，良性结节一般占到了绝大多数，所以需要我们判断清楚甲状腺结节的具体类型。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，则是甲状腺激素合成、分泌或者体内生物效应不足引起的全身性低代谢综合征，它是甲状腺的功能出现了问题，所以说这两者之间是不存在。